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然后我今天呢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德国哈巴的一个儿童智力玩具。它呢是适合于我们年龄呢大概是在3-4岁的一个小朋友，或者是3-4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非常好的从小就锻炼我们的一个记忆力，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和一个思维逻辑一个能力。然后呢它是一个棋牌游戏的一个设计，里面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卡片，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人物，就是木头做的这种纯木做的一个小人物。然后这里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哈巴的这个德国益智儿童玩具里面的这个小的木偶呢，它都是经过非常的严格的一个检测，然后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是成分非常的安全，然后也做的功能呢是非常的好，然后这个玩偶非常的厚。相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看我们这个频道当中的一个接下来一个视频，然后你就能看得出来它这个玩偶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在这个棋盘里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一个任务，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呢就是可以2个人玩、3个人玩或者是4个人玩，可以到1到4个人一起玩这个小的一个棋盘游戏，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去完成他的这个任务，然后任务完成了之后呢就会赢得我们这个小的奖励。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或者是给我们频道呢一个订阅。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